下面我们看这节课要讲的最后一首《浪淘沙·往事只堪哀》。《浪淘沙》，南唐，李煜。往事只堪哀，对影难排。秋风庭院闲庆斋，一人珠帘闲不倦。终日谁来。金锁已尘埋，壮气蒿来。晚凉天静月花开，想得玉楼遥电影，空照秦淮。这一首和后面还要讲到的两首都是被俘到边境之后的作品。这首词啊，用寓言并举、景虚对比的手法，抒发了沈城的孤国之思和亡国之痛。其两种推出激烈的壮怀，后者是李煜词中较少流露的感情。这回被俘北上，词人囚禁在边境，思念故国。开头两句“总领全词”，首句“特务傲气”，重在一个“哀”字。往事只堪哀，抒发词人哀伤寂寞之情。而这个哀字源于往事所引发，是由眼前的情景触发而成。这个哀伤之情更让人排遣不去。往事只堪哀，对景难排。这两句啊，写全词的主旨，开门见山的道破。突出一个哀字，大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慨，对景难排。这个景啊，是自己当时的处境。他是被囚禁在一个小楼之中，软禁起来，自己门口有重兵站岗，自己想出去出不去。当然了，跟完全的囚犯，甚至还带着枷锁，就住在监牢里，稍好一些。但是就在这个小院子里，就在这个小楼之上，哪里也不去，跟外面人也很难有所接触。所以对景难排，想到过去亡国破家的这种情景，有许多事情使得自己堪哀。秋风庭院新境界，秋风吹来，满园落叶纷纷，落花飘飘。大家注意“新境界”这三个字，拍戏这种作物是一种低等作物，天气冷一点也没问题。但是呢，它要生存有两个条件：第一，要相对的稍微潮湿一点。苔藓在干燥的地方，在沙漠地带是长不起来的，在比较潮湿的，同时呢，又要没有人踩踏，人来人往的大路上，苔藓是长不起来的，往往在墙角根底下，在潮湿的，特别下个雨之后，它就往往墙根上，尤其古老的房子那个墙根的，墙角下面都长着许多苔藓。新境界，这里也暗示着坐在囚禁的这个小楼里很少有人来，以至于台阶上都长上青苔了。这是李后主囚禁生活和孤寂心情的真实反应。一人竹林闲不倦，终日谁来。偏偏竹林
朱联系呢，我们北方经常用那个珍珠啊，哎，现在当然最简单的用小玻璃珠把它圈起来，挂作为门帘。这种珠帘，挡挡一般的情况下，挡挡一般的视线，实际上既不能挡空气，也不能挡哎这个热量。夏天挡不了热，冬天也挡不了寒气，哎，珠帘掀不卷。门帘子因为没有人进出，门帘总是随挂着的，用不着卷起，用不着卷起。总热随来，这句话太好懂了，哎，大家注意，这首词啊，虽然也是李后主的名篇，但这三句啊就有点缺憾了。秋风庭院新晴节，是写太监长的太监上读诗，说明的意思是没有人来，或者很少有人来。一人竹帘掀不卷，跟终日谁来也是说的这样的意思。三句话同样表达的内容是相似的，尽管一个字都不重复，但是意思重复，这在写史词当中是较为忌讳的。这是李后主的这首词的不足之处，哎，我怎么看，供同学们参考，你可以不这样看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在史词中也会经常会遇到几句同样说同样的意思，比如《长恨歌》当中，哎，叫上从碧落下黄泉，敛去茫茫皆不见，哎，写了个什么，哎，这个。写几句啊，都是写到处找，哎，叫奔天玉地求，哎，是叫排空玉气奔如地，升天玉地求之遍，上从碧落下黄泉，敛去茫茫皆不见。这四句话实际上也是说的一个意思，一个意思，就是那个道士，哎，寻找杨贵妃的魂灵。哎，天上地下到处都找到了，哎，排空玉气奔如地，身体如地求之遍，天上地上都找到。下两句，上从碧落下黄泉，敛去茫茫皆不见。碧落不就是高空吗？不就是身体吗？哎，下黄泉不就是如地吗？身体如地求之遍，跟上从碧落下黄泉完全是一个意思。但是人们读那首诗啊，就不觉得是缺点，因为，哎，《长恨歌》很长，这一连句啊，哎，意思量有点重复，反而显得道士很尽兴，哎，天上地上到处去寻找杨贵妃的鬼魂，哎，都找不见。但是在这里用三句话表示一个意思，对这样短的一首小词来讲，似乎是多了一些，哎，王老师认为这是一个小的缺点，哎，同学们可以同意我的看法，也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，你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它。好，我们这些问题啊，留待课后同学们去，哎，仔细推敲。金手已成美，壮气好来。金手啊，也有的版本做金鸡，哎，意思都差不多。玉指南唐的政权，壮气好来，志气小沉。国家政权，南唐的政权已经灭亡了，过去的志气，像统治河山，乃至于以南唐去统一中国的这样的雄图大志，都成为好来，都小沉了。这两句写当年偏安一隅的那条气势已尽，自己的壮怀如今埋没在幽潮之中。晚凉天静月华开，到晚上月亮却升起来，天气秋高气爽，月亮月色很好，哎，由月亮感慨转换为写景。这一句啊，道道地地的写景，写秋高气爽，哎，碧空如洗，月光普照那种情景。特别是像中秋节这样的景色，尽管这首词里看不出他写的是中秋，
哎，是只是写一个秋天，绿色很好的晚上，玉花开，夜晚玉花如洗，万里无云，两后镜子写出秋日夜晚的凄清，玉花开，特出月亮的哎形象，改造出今夜时的意境。词人在这月色朦胧照耀下追怀往昔。同志们注意，我国的古诗词当中写到月亮远比写到太阳星星多得多。月亮啊，甚至人们开玩笑说，如果地球没有这样一个危快要这个地球转动的这个卫星月亮的话，我们地球上恐怕文学要大为损失，因为月亮是文学当中最常见最多的意象。我的一个朋友，他们搞那个我们搞的一个电脑词学专家系统，我一个朋友专门给他做了一个统计，在传颂词里出现的词的意象，月这个字啊出现的频率是第五个多，可见的比它多的字啊很少，所以月字啊在词里面出现的频率极高。晚凉天晴玉花开，改造出这样一个今夜时的意境。想得玉楼摇低影，空照秦淮。这是他在汴京想象南唐的那种宫殿。玉楼摇低，正是南唐的那些宫殿。和秦淮河的玉色。同志们知道，南唐的宫殿啊正在内秦淮河边上。现在南京有一个城门叫中华门，原来呢叫聚宝门，它就是在内秦淮河，就是现在乌衣乡啊秦淮那个长安桥啊那个附近那一带。南京的秦淮河啊是从这个溧水的那边发源而来，流到南京城外董水馆附近一分为二，一部分呢作为外秦淮河围绕南京城墙过去，这就是古代作为护城河。另外一个呢从董水馆流到城里，从洗水馆再流入城外，跟外秦淮河再合在一起，流到这个三岔河进入长江。这里呢我们古诗词当中提到的秦淮河基本上是内秦淮河。下面呢我介绍这个马上给大家看两幅照片，就是内秦淮河的照片。词的下片，晚凉天晴玉花开，想得玉楼摇低影，空照秦淮。这都是上片的背景南排，时节已是深秋，秋风萧瑟，正像古文当中所说，背在秋之为气也，草木摇落而变衰。这个节令啊本来因为草木的凋零，季节的变换，人们本来心情就不好，再加上太满地门铃不卷，每天孤单寂寞，这种秋天的处境啊已经令人愁苦。今首以尘埋回应开头的往事，尘埋往事也暗跟刘禹锡的轻轻贴手沉江底这样的用法相似，像五举神号一样成了亡国之君，金陵的王气也埋入好楼。这时候云山一出，设想秦淮河上的月光定然还照耀着往日的琼楼玉宇，但这一个空照秦淮却透出无限的悲凉。这首词啊首尾照应，情景结合，注重意境的刻画，意境写爱，虚实相生，语言明净流畅，直播而就不反含蓄。这是今天的秦淮河，秦淮河就是夫子庙门口的那种情景。这个这一块特别开阔，对面就是梅香楼，就是李香君的那个楼。我们家呢也在秦淮河边，不过我家住的是外秦淮河。这个图片当中出现的这个高楼，就是我们东大、南大
和审计机关盖的十几栋楼都是32层以上的这个高楼，当年曾解决了我们教师的住宿问题。好，关于李后主的前三首词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